如何做繁花绽放发饰？春暖花开，繁花绽放，每天都洋溢了满满的幸福。今天就跟着几分钟课堂一起来做一个繁花绽放发饰吧。你将需要30厘米乘26厘米花绸布，14厘米乘4厘米白色花边，9厘米乘0.6厘米粉色细缎带，蕾丝小花，弹簧发夹，胶枪。第一步，将绸布正面相对粘贴一边。再返回正面。将两侧开口向内折。并粘贴好。第二步，将粘好的绸布捏成蝴蝶结状。在中间涂胶固定，第三步，将粉色细缎带绕在蝴蝶结中间，涂胶固定。第四步，在蝴蝶结两边涂上胶，往里折一部分，然后把下面的两边往里折，涂胶固定。使蝴蝶结呈圆角状。第五步，将白色花边底部涂胶，折叠粘贴成扇形。第六步，将做好的花边粘到蝴蝶结背面。然后在蝴蝶结正面涂胶，粘上蕾丝小花。第七步，把做好的蝴蝶结粘到弹簧发夹上。这样，繁花绽放发饰就做好了。你知道吗？系列纪录片《繁花》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来打工女性的重要事件和经典人物故事。